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操弄集团政治，坚决反对任何挑起和激化矛盾、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的做法，坚决反对在本地区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方绝不接受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南海仲裁案所做的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裁决，更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南海仲裁案及其非法裁决损害的是包括菲方在内的地区国家的利益，任何包装都改变不了南海问题的本质，任何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操弄都阻挡不了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意志，都将注定徒劳。中国将继续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坚决捍卫自身的合法权利。我们奉劝相关国家认清事实，改弦更张，不要一错再错。